开车了，哇，很重吗？哇，这是照片耶，哇，好美哦，哇，现在做的这么好哦，哎，它有小猪猪耶，哇哇，还有时钟耶，哇，哦，难怪这么贵，哎，这个值得，值得买的，这是他们记住，这爸爸妈妈买的，那这怎么打开？哎，这里可以拿开耶，旁边，要妈妈帮你吗？哦，行。耶、yeah ！哇，好可爱哦！我是超喜欢这一张的，这张超可爱的。哎，我们买吊带裤来穿好不好？不要。还要戴帽子。好，来，我们要一本翻吗？放桌上来。哇，这盒子真美耶！好，来，我们来看。等一下。好。我想要先把这个拿掉。好。哇，这是汽车款，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他们。对，贝贝在哪里？我在这，阿登在我的好朋友。对。Benson 在哪？ Benson 在哪里？就是我忘记他名字。好。我全部的名字都忘记了。哇，好，继续翻。哇，打电话。哇，好美呀、哦！很难穿哎、欸，很难穿。我看一下，我看还没看完呢、欸。很难穿。哇哇，这好可爱呀、哦！这个我喜欢，这个很对。哎，这张照的好可爱啊！对，这只。哇，这只你们全班呢？因为对。哎，我忘记他们全部的名字。对。Adam 好。哦，上面的也很可爱。但是上面这样很可爱，我知道了。这试的好美哟、哦！哎，我不记得。哇！我什么都不记得。真的。我喜欢这只可爱。Austin 啊。我喜欢这只可爱。对，这个很可爱。可爱狗狗，可爱的。哇，最喜欢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呀、啊！穿这个好可爱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再看一下。哇，好，再来。翻过来，我以前哦，你以前好瘦，你看，以前好瘦，翻过来太可爱了吧，爸爸哎、欸，怎么会爸爸的？这个好可爱哟、哦，还有这只，好可爱哟、哦、，QQ， 哇，你小时候好可爱啊，好瘦，你以前好瘦，对、啊，哇 ，birthday。妈妈都很用心帮你准备 birthday， 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好像 St. Patrick's Day 的感觉。不是啊，那个是可隆。对，嗯，好可爱呀、啊。我以前是 chicken， 那个是 fish 吧？没了。哇，你喜欢你的毕业纪念册吗？超可爱的。你开心？你要毕业了吗？开心吗？开心哦。礼拜六要参加毕业典礼。这个。Okay, you can put in your room, okay? 这个是光碟的。哎，王小，哎，耶，光碟，这个你看，这个、可以放电脑， yes. 可以放照片。Oh, yeah. Yes, I will take this. Okay.